大家好，我是小 Z， 欢迎大家收看加速看剧系列之逐月之月第十二期大结局。之前软萌小可爱和助攻好基友在校之月评选大赛上横扫各类奖项，总工学长给软萌小可爱送了一车花，软萌小可爱表示不解，总工学长送你这么多玫瑰，当然是准备365天天天要你菊花了，很难理解吗？助攻好基友准备请傲娇学长吃饭，傲娇学长嘴上说不要，身体却很诚实，助攻好基友情话不少套路不老，居然当着傲娇学长的面和前女友搞暧昧。傲娇学长一看，嘿，这是哪来的野鸡，敢和老娘抢男人。之前的傲娇啊、矜持啊、害羞啊什么的能吃吗？助攻好基友更是一不做二不休，当着傲娇学长的面打脸前女友，小 Z 我不服不行啊，只此一招，了了忠心，统一了战线，分享了秘密，收拾了后宫，还给正宫立了威。助攻好基友作为大一新生，居然有个15个前女友，我勒个去，人与人的差距真是比人与狗还大，小 Z 我80岁的时候估计也能有15个前任吧。总工学长躺在床上，一副嗷嗷待哺想喝牛奶的样子，并且买了两个套套，一人一个戴在手上。喂，离这么远是你们拍床戏该有的样子吗？但是如果你们以为总工学长和傲娇小可爱真的这么纯洁的话，Too young, too simple, sometimes naive。 好了，以上就是逐月之月分级剧情系列的全部内容，求资源的小伙伴可以关注我的微博呆萌小小小 Z， 微博上有逐月之月全集的百度网盘链接，谢谢观看。